这一次是第38届嘛，其实都算地方的盛事了。那我记得去年就有一个朋友他因为临时找不到住宿点所以跟他讲讲哦，你们华中贝尔顿拜得太成功了全部都还说在呢请我帮他安排。后来我们学校地区这边的都有很帮忙，所以也都顺利解决那些住宿的问题。那今年真的是盛况更空前我们今年有全国有314个队伍嘛有5200位的选手来参加，所以是很难得。即使我们自己在市府办的活动，也很少有规模那么大的场。314队啊，球啊，总共5200吼。那5200是这个规模吼，来当讲破纪录就对了吼。相信咱这几天的迄个比赛咱客家一定会闹得滚滚因为这规模吼非常大。今年吼今年咱因为要纪念咱迄个咱丹华中吼，丹华中49周年的誓师纪念吼，咱参迄个咱主席中这边吼来特别吼来迄个来合作就对吼，来办理迄个咱49年的纪念晚会。除了这种纪念晚会了吼，咱个来做一个咱丹华中的迄个故事墙从咱丹华中吼迄个生平记事吼，全部吼拢来予咱迄个咱大家来了解吼。佮另外就是祈福卡有求必应的，对，有求必应吼所以吼咱这有求必应卡吼咱有需要吼，咱大家吼咱等下吼。佮包括吼，咱迄个伫个10月28号晚上那一天吼，就开幕吼，也有一个音乐晚会，咱拢买一张吼，哦，有写这祈福卡吼，哦，来迄个记录的，对啦。还是38年吼破客家纪录啊！会当讲对咱国际入面当然客家华中杯也是咱五大有大赛之中啊。会当讲第一个元宵会当讲我选手愈来来参加，所以会当讲副局长恁咧教育局吼，真个好好啊吼来面对华中杯。以后就是讲咱大台湾市不管是咱产业的营销地形的营销这来自全国的选手啊。会当讲机会难得啊，尤其大家拢青少年啊，青少年来到咱啊，会当讲来到咱台湾市客家，会当讲来了解咱。主席长，也是真来配合咱公所这边特别过来增加一个，就是咱的纪念文化中心这个音乐会今年讲的算伊49周年了吼，每年50周年，应该是今年算中间的暖场，每年应该是搁较盛大。一只咱纪念文化中心呢，因为伊进前担任过咱客家镇的镇长，过来就是咱丹关议会议长，过来做个新议员，对咱客家地方非常真有贡献，嘛是咱客家的政治前辈，虽然大家就是咱来个效法，来个学习伊的精神，咱大家就只纪念，先说利用这排球赛。动一寡伊的生平事迹吼，一寡伊的。我们按一个赞，好不好？嘿，来，我们106年度，我们全国第38届华中杯排球锦标赛，赞！好，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